来，你们很多人没有体验侏罗纪公园吧？来来来，这次可以了，这次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呜嘿！哎，但是要过不来，你们放心啦，放心啦，你看，无代志啦哦，哦哦，无代志无代志。哎嘿，啊，恐龙啊！天哪嘿！你们玩的什么鬼啦？哎啊！吓死人了！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林慧慧，去收看我们的恐怖电梯啦呀！抢先体验版，这个电梯呢将会带我们到各个不同的恐怖场景啊，热门恐怖游戏、恐怖电影啊都会遇到。那么这个新版特别的呢，就是里面的怪物居然是玩家扮演的呀！上一次呢我们体验了非常多，比如说有 Poppy Playtime 呢、都市传说 Sandman、各种 SCP、The Maximum、恐怖贝贝猪、Zos，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要继续玩一下，因为里面呢还有非常多不同的楼层啊，马上。上去看吗？下一关，哎，电梯太挤了，不要摸卡车啦。大家进去进去，来，这边是 OK SCP 的哦 ，SCP 那个很出名的173吗？好快哦！不要眨眼，睡眨眼了，我们就多人轮流看着就可以了 ，OK。看车啊！前面的看车、哦，哇哇哇！一个一个杀死的，一刀一个，哇塞！救命救命救命！大屠杀，大屠杀的，哇！这应该是电脑的，一秒杀的这个，哇！抢抢下一个天堂，欢迎光临天堂！哎，我们真的死了吗？哎，我自己飘着呢。这是冰块，哇！走迷宫啊？会走迷宫的吗？大家？好吧，这可能是还没做完的吧。啊，又是 SCP 呢？这次是什么的？哇哦，不要进去呢！087的087，下楼梯的，你们有看到楼梯吗？哦，完了，你自己玩了，拜拜，我害怕。一群人跑回来，笑脸，笑脸，笑脸在追杀人，笑脸了。哇啊！杀人，杀人，对对对啊！怎么会是观众啊？为了给我拍好画面，去杀门就对了。对，虽然只是图片而已啦，我觉得可以做成黑雾的效果。这个，哎，喂，先把我带走了。啊，回来了。这个，哎。完了，回来到一开始的地方了，就是只选不到东西来了，是吧？嘿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我是杀手，我是其中一个，我是杀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每个人扮演不同的，有人扮演阿嬷，有人扮演别的，你看，你看，有人扮演那个，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好酷哦！啊，有人扮演那个的眼睛的，阿嬷也出来了、欸嘿嘿！走，我们去杀门！走！哎，你又爬不上来吗？啊啊啊！杀你们，杀你们！哎，小水来了，来来来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哎，回来了，好吧，大家恢复正常了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好有趣啊，一群人变成鬼。下一站，不要挡着，我要看。哎哦。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他们是要杀我们的，不是要开始，没有要开始，没有要开始。等下，他是要杀我们的。啊！完了，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啊！我去，这是玩什么《火影忍者》吗？等下，等下 ，I'm Naruto。我怪，我怪，我怪，我怪哦！啊！不是，过来了也没结束啊，杀死了就对了啦。酷，哎、欸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马上收工。哎、欸，跳舞的人是阿妈，他怎么在跳舞、啊？哎、欸，喂，救命！我要上去，我要上去。阿妈呢？阿妈狼嘞？
哦，应该是现在也慢慢出来的，但是刚刚应该是 bug 吧，毕竟只是测试版本而已嘛，哦，有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。阿妈被困在游戏里面，阿妈被困在房子里面的了，谁把困在里面的？参观参观，大家尽情参观的，白痴阿妈。下一个，哎，我杀手是什么？啊，饥饿搞笑鬼！弱小的人类们，卡米卡米，我怎么过去啊？哎，人类们，死啦！抓抓抓！这关是搞笑的吧 ？Hello！ 呀哈哈 ！I am 巨人 ！Hello！ 哎，回复了，回复了！好爽啊，这个！哎，闹鬼剑标！哎，完了完了，雾来了！这什么鬼东西？我也要过去看。有一个火烧车呢，然后呢？哇！这是什么啊？警笛头吗？啊，果然是警笛头耶！他砸了那台车了！进击的警笛头！啊，怪没！啊，我已经死过了啦！变成警惕狼的状态重生了，出现 bug 了 ，bug 了，出现 bug 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，有人中 bug 了，那现在你终于恢复正常了，该不会，该不会为了扮鬼都不能恢复正常了吧？救命啦！我超级混乱的，哇塞！啊，正常了，正常了啊啊啊！超级 bug， 搞什么鬼的啦？反正测试版而已嘛，有越多越好啦。音速小车，喂！哦，音速小车又再来了，是谁扮鬼？是谁？没有，我没杀你们，没有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错。哇，这什么鬼 ？Roblox！ 哇，为什么那边都是小小 Roblox 的？哇，太畸形了吧，这些！什么鬼啊？战是什么呢？哎，哦哦，是那个，完了，冲第一的要死了，必死无疑，拜拜！来啦，超快！哇，十一排人呢！哇！啊！里面还有去杀里面的，下一站，哦，警笛头的。警笛头原来是这样出来的啊！完了，啊，到处杀人了！哎，还飞过去烧死！八方阵都干嘛了你们 ？Hello，
人呢、欸。然后又在出 bug 啦，警机头有 bug 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快点开门，开开门，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，我在这卡住卡住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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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游戏没法玩了、啊，这游戏忘了，现在开启了 what the hell， what the hell， 哇，上上塔啊，忘记是林克还是克林了啦，啊随便啦随便啦，啊不要不要杀我呀，不要。怪怪的这个世界啊，太不正常了啊！把给给不被问问啊，你的风扇很强啊，在那边慢慢靠近了，来吧，玩游戏吧，我可以赢的，过去对面就赢了吧。那个飞的更加容易死啊，因为上面因为球就在上面，我身体没了。快点过去对面吧，加油！背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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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是了，下一站幸福。哦哦，这是正常玻璃了，哦，一些玻璃是这样来正常的。然后呢，怪物是谁？哦，玻璃破了，玻璃破了。冰块碎裂。什么？水？水啊！ SCP 啦！但是这个 SCP 是不是他脚打滑了，很难走路哈？因为 SCP 也是人扮的，所以也是很难走路。差一点，差一点的，谁推我的刚刚？嘿嘿嘿！来，你们很多人没有体验侏罗纪公园吧？来来来，这次可以了，这次。但是他过不来，你们放心啦，放心啦，你看，无代志啦哦，哦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哎呀，啊，走了啊！天哪，你们玩了什么鬼啊？哎，啊，吓死人了，太山压顶啦！下一站冰房，哦，又是房间的，哦。哇，又是杀手耶！好了，看目前测试版应该是只有这些，或者是我还有些没有遇到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玩了。对，它更新我们就继续玩。这新版的玩法真的很棒啊，让玩家来当杀手啊，真的可以节省很多 NPC 哦，大家又玩得很开心呀，而且又不会卡住。哎哎，不要飞，不要飞！哎哎哎，这睡房间哎。你们根本闯进我家，所以我赛道很正常嘛？你们闯入我家呗？哦哦，没事了，好。哦，这个大家小心啊！这个你们会很可怕的，跟你们说，声音会很嘈杂的，注意啊。Slenderman， 出现吧 ！OK。下一集再继续哇！啊，哎，这岩浆的，我想看起来你淹死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那群可怜人，你看，我们也进去。啊，岩浆上来了！啊，直接直接烫死烫死！我要去看一下其他人怎么死。哇！哎，又飞了，有弓箭嘞！出窗外，然后直接从外面进去哦！哦哦，耶！哈哈哈哈！怪叫声有料，我可以继续。啊 ，OK OK， 我马上死 ，OK 好。Hello， 警戒头，踩我，我在上面踩啊，踩啊！看我一眼了。